大家好，我是文 AKA 平行党议员。今天呢，我们是跟 KKBOX 有一个合作，我们要来当一周的 DJ。この場限定は KKBOX 展示ボス。我们的特别来宾就是教主。耶，谢谢妈妈，谢谢。我们今天就要来使用这个 KKBOX 的一起听。点进 KKBOX 的一起听功能，就能浏览各种音乐主题电台，选择一起听，就可以跟着台主一起收听好音乐。更赞的是，还可以自己当 DJ 定主题，播放你的好音乐给大家听。另外呢，也可以开启直播语音跟大家聊天。接下来的五天，就让多久帅每天给你不同的音乐主题。我们今天就要来回答大家的恋爱问题，然后回答完之后呢，我的 DJ 就要来选一首适当的歌来送给这位朋友。原本喜欢高帅男，但最近身边出现很会逗我开心的人，但是他外表真的不太 OK， 怎么办？就是很好笑跟对他很好，这种事情是会随着时间慢慢流失的。所以长相不会，没有，外表也会，可是你要想想看，就是他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感觉比外表老化的感觉更快。对，外表跟对你好，你选外表。先用外表看着我。这首教主送给这个朋友的叫 Who Cares？ Who Cares？ 对，很好笑。Who Cares？ 没有用。对不起，我是开玩笑的。下一个问题。好。男友一直说我胖，但感觉他没有特别的意思，只是很没有直男素养。他只是想嘴，就是讲讲你这样。但是你怎么判断他只是开玩笑还是讲真的？就是要看你的 BNI， 可能要就播给男朋友一首收敛嘴，收敛嘴，不要收敛嘴哦，不要太夸张哦，嘴巴收敛，对对，嘴巴收敛。有人说我有另外一半了，但还是对别人晕船怎么办？那我跟你讲，你看现在是不是已经五月了？更五月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夏天来了，你就尝一尝甜甜的夏日恋就好了。我现在要播的一首就是。爸爸 Rising 的歌叫 Middle Summer Madness， 短暂的夏限定，对，限定的爱，不正确的像蝉一样，只有三个月的寿命，对我很好，但早泄怎么？对我很好。那我们今天就送给这位朋友，叫做 Sad Machine， 就是难过的机器，太难过了。因为我最近很喜欢看力量人的直播，超可爱的。然后那天他就有很多口头禅，然后我就很爱学。他就说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已经没有时间了，比赛开始了。对，那我要送一首歌给晨晨，是1976的《摩登少年》，我很喜欢这首歌。好了，蔡哥进来嘞。蔡哥说看了曼玉的那个限动进来，然后他说他要来看看曼玉的品味。是不是还有跟他一样呢？好压力哦。交友软体上配对到聊了天，可是对方要约见面就很害怕，原本有小小的好感直接降到零，害怕到删软体怎么办？可能有想过是自卑感作祟。这位校友，如果你之前从来都没有跟网友见过面的话，跨出那一步好像真的是有一点需要勇气。然后因为你有提到说可能是自卑感作祟，那可能就要看一下修图是不是修太多。李全泽的今晚有空吗？原本这首歌我是想要就是给蔡哥，可他已经去打，他没空，他去打排球。蔡哥已经拒绝我了。我刚刚就跟他说，哎，好多我们觉得很熟的歌你都没听过，然后有突然播一首很冷门的歌，他就会说，哦，我知道那是什么歌。对。因为对我来讲，我觉得听歌要听入心，你才可以记得住这首歌。所以我没在追求现在时下最流行的什么音乐。去 KTV 这种场合，就是要嗨到爆，要玩到爆，不然我不会进 KTV。不然呢？如果你碰到一局就是伤心，就是伤心失恋，不想动，只想唱情歌，那我可能就不会去。来一首睫毛弯弯，听过的人应该知道睫毛弯弯要这样比吧？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。唱嗨歌就是要用生命在吼，可是服务生一进来就会马上闭嘴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上了年纪，我不怕。我也是，就硬在旁。
好，服务生点点唱。下一首就是《精武门》，而且我觉得这首啊，如果女生在 KTV 里面就是心仪的男生，我觉得你可以邀请他唱一起唱这首歌。不是，而且你还有 I Wanna Know， 然后都大姐。我请问一下，现场有男生、女生唱这个？我跟你讲，现在的男生都不是很喜欢那种呀的，不一样，懂吗？所以你建议有心仪的男生对他唱这个。恭喜你，我清楚，天顶的神力。恭喜你，你一定要唱小人。所以你建议女生跟心仪对象去唱歌，第一首唱《精武门》，第二首唱《爱情的骗子》。对，你确定？你负责，你对这言论负责。我负责。没有下文可以找你。可以。你可以来密我。然后嘞 ，IG， 我跟你讲，好的男生一定会吸引。只要是好的男生呢、啊，就是那种不是玩咖的男生。或者是不是那种很烂，要找一夜情的，看到就对了。对，男生刚唱那个蔡小云那首《爱情的骗子》可不可以？男生不要，太多。你是不是坏女生啊？你不是好女生，我是好女生，这是女生的加分题哦。对，姐姐快一起摇，黑桃妹妹快一起摇，摇到天荒地老。这里做一个午后，做一个午后，梦到姐姐。我给你三首，你帮我排女生好感前三名。好，她唱《学猫叫》或是陈绮贞的《鱼》好了。然后跟这首使劲摇，哪一首最加分？你说如果我是男生吗？可能陈绮贞在最后一名。哦，最后一名。如果 DJ 让你嗨，就把声音喊出来。如果 DJ 让你嗨，就把声音喊出来。这男生如果叫的比较大声可以吗？又不行了，除非他很醉我就可以接受。最过分就是你对男生超严格。男生只能唱周星哲、李玖哲，然后跟坐椅子上。除非有些歌可以勉强跟着唱，但也不能太过分。你喜欢酷酷的男生。不是，你弟想，如果一个很帅的男生突然在那边唱的比你还要高音，这样好吗？那一个很美的文静的女生突然唱那个《红桃姐妹》会比较好，就可以，可爱。反正无猪就是一只女杀文猪啊！有人说，难怪男生都去酒店，去酒店才能唱想唱的。需要来播一下小梦的歌单。小梦在 BTS 的本命是 Suga 吗？对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欸、我会讲。超厉害的，有点吓到我了。因为我就想看那个原子少年嘛，然后我就说我 pick 的是那个火星，然后就有人跟我说，那温你就可以说你的本命是里面的谁？那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是副本命。就你第二个喜欢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小梦的本命 Sugar 写的 Seesaw。 就是 Seesaw 就是在讲在感情里面就是有点反反复复一直轮回吵架跟疲倦的心情，是吗？对对对。这样子说来我们聊天是捣乱点，可是他的名声呢没有改到，所以他就以本人的名字来点播一首擦玻璃给大家。擦玻璃。而且我们最后一首歌来自小梦歌单里，他刚刚又硬挤出来的第二首中文歌，叫做《漫长的告白》，就是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。你觉得放歌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玩哎、欸，就是蛮好玩的。对啊，现在如果你自己回去想放歌，你也可以放哦。就是 KKBOX 它这个功能就是叫一起听，然后你就可以每天都可以开台。哦，所以自己也可以。对，你就可以都当 DJ， 然后放歌，然后想要听你的歌的，你就可以一起进来听歌。你不想自己放歌，你参加别人的主题，就他可能打他是什么 BTS 之夜，就可以进去。小梦，有人问你说这首是暗恋深淮南的歌，对吧？深淮南，没错。他这个句是 H1 还是 B1 呢？我知道这个啊，这怎么会不知道？我最近才学会的，我已经是在看着 Hebe 了。我想说 Hebe 有唱。
七八年级的金曲，但也不一定啊，可能会更老，可能四五六七年级。现在所要播我爱的歌，不止歌，还有他的长相，是王杰。哎、欸，我刚刚也想王杰，我超爱王杰的。谁曾经提醒过我的爱没有把握？就当我从来没有过，还是忘了你。忘了我。好啦，有人点一首《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》。以前国小的时候，不是都会拿来当那表演？运动会也要跳，有步入年龄的。看右看左看下看，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。这不知道过了再过五年，我不知道怎么生存下去哎、欸。就跟我爸一样，就看那种九点十点老艺人上去唱歌的节目。哎，所以以后周杰伦就变成上了黄金夜总会那种节目的人。他的 level 应该不会啦，应该就是像张学友那样定期出来开个演唱会。Oh. 来哦，大家猜一下是什么歌？喂喂喂，起床啦，太阳都晒屁股啦！清晨真伟大，一起努力吧！救命啊妈！他要救命！我怎么要救命？哎、欸，这很怀念吧？超好看的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哪一季？我喜欢 Money 那一对，我也是，而且我超喜欢他跟 Money 跟小曼那一对的，然后也喜欢铁人，铁人跟哥，哎、欸，铁人是跟小梦啊，小梦哦，铁人那时候都会有人打他头，他就会生气，然后我就开始学铁人，就是有人。男生就打我头，我就会很生气，然后就会说我不喜欢别人打我头，但其实没有，就是学铁人。推荐大家可以用 KKBOX 来听歌，今天我们的歌也都这些歌都能有，也都有欸、很厉害，上面有9000万首歌曲，大家可以在上面尽情的听。推荐大家可以用 KKBOX， 现在有一个家庭方案，三个人每月只要199，然后六个人呢一个月只要240，等于平均一个月就是40块，比一杯饮料还要便宜。而且如果你是第一次加入会员的朋友，你现在呢首3个月还可以免费，所以你可以先买，然后再赶快揪朋友跟你一起听。那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天的播出，最后一天在这边当 DJ， 但是平常如果有空，还是会上来听听音乐跟播播歌的，就是这个功能就一起听，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播哦。我以为你以为是特别的，没有没有，就是如果你不想放歌，你也可以加入别人的台，就是可以去听别人播的歌，而且你还可以讲话，还可以逼大家听你唱歌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啦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